2022年7月15号，安德烈八十首。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。安德烈的，我叫野猪佩奇，颜色可以。上面太高了，我就不想上去了。这个也是买了不到一年，我看一下外面。三十月三十，看一下外面，其实可以。安德烈的，等一下，推的也是，哦，两个风机，还有上面。这很高，上面啊，这样蛮好看的。